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，点解我要去？首先，申请根本唔系登记本人，更何况我哋公司其实冇做错。就算做到，你知唔知道要嘥几多人力物力？我明白，公司冇必要咁做，亦都通知晒所有嘅客户。今次的系统升级是需要自己将旧的资料转换到新的系统入面，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试下帮他呢？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些事是对他特别重要的。听到你把声啦，好忙啊，忙归忙啊，最紧要食饭。阿爸听日煲汤，你得闲就翻嚟饮啦。
九三一八七九九八嘅留言。你已被接驳到九，你已被接驳到九。我要查个电话，我要查个电话。你好，欢迎致电流动电讯。请问有啲咩可以帮到你？冇咗，冇咗。点解冇咗噶？先生，呢度系电讯公司，你系咪打错电话号码？先生，三年啦，已经三年啦。呢三年嚟，我按时交费，一分钟都冇用过噶，真系冇。你先去咗个咩愿啊？阿爸冇个心愿，只系希望你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。我只系想，我只系想留住我女把声，一把已经听唔翻嘅声。Hello Hello， 我而家唔得闲听你电话，有咩讲低啦，我会尽快复你噶啦，拜拜。林先生，我哋呢度系流动电信打嚟噶，请你听下，系咪呢一段？死党早晚共对，各也扎职以后没法畅聚，而终于相约到，但无言共对，疏淡如水。日夜做见爸爸刚好上身，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，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，太内疚担心。最心痛是爱得太迟，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，麻木地发奋，忙忙忙从来未知，幸福会掠过，再也没法说中意。爱一个字也需要及时，只差一秒，心声都已变历史。为何未放肆？见我爱见的相知。Hello, hello, 我现在不得闲听你电话，有咩讲低啦，我会尽快复你噶啦，拜拜。喂，阿女，多少过路人太懂估计，却不懂爱惜自身。人人在发奋，想起他朝都兴奋，但今晚未过，你要过也很吸引。纵不信运，你不过是人，理想很远，爱于咫尺却在等。来日别操心，趁你有能力开心，世界有太多东西发生。
不要等到天上